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为了开创台湾农业新契机，永续台湾农业，自1995年6月起积极推行新农业运动，特别推出经典系列选拔活动。我们今天整个经典系列呢，就要邀请苏主委来揭开首部曲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请所有媒体记者请注目哈，恭请苏主委揭开经典系列，请你揭开。首部曲十大经典农渔村，魅力农村实在美丽。选拔期间，为了鼓励以及扩大全民参与，特别于1995年12月1日举办网路票选全民参与记者会，由苏主委揭晓20个入围农渔村，宣布开放网路票选活动。票选活动获得各界回响，短短3个月就冲破86万人次。再经过初选、网络票选、实地查访以及最后的决选评比后，竞争激烈的十大经典农渔村选拔结果才终于揭晓。为了给予农渔村最高的肯定，农委会精心策划了2007十大经典农渔村颁奖典礼。受邀出席的20个入围农渔村展现在地的热情与活力，像奥斯卡的明星一般，通过最尊贵耀眼的星光大道，堪称农业奥斯卡。荣获2007十大经典农渔村的地区分别为：精彩印象类，云林县古坑乡华山村、彰化县田尾乡打莲社区；典藏生态类，花莲县光复乡马太安地区、宜兰县苏澳镇港边里；农情万种类，苗栗县大湖乡立林村江麻园及三义乡双潭村；台东县鹿野乡永安社区；宜然乐活类，苗栗县通霄镇福智新林社区；南投县鱼池乡大雁村色水社区；村风无限类，花莲县瑞穗乡五鹤村；新竹县新埔镇赵门地区。选拔活动圆满成功。